太小。主要今天早上来谢谢我们这些义勇军的律师，那我们当然主要还是要向市民大众追求一个真相嘛，所以说给宽市民大众，大家都希望能够了解真相。上面不能看就是？我不能进去啊，因为我没有律师的资格，我不能进去这样子。是呢，我们选票的过程是先由下面这一方的选务人员把票举出之后，经由法官面前，然后通过两兆的代理人之后，再由另外一位选务人员把它收起来。那如果中间的过程中，两兆或法官对于票是有争议的部分，会另外再做记录。那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，我们就准时就票据的部分做起封。原则上法律规定是从查封后20天之内要完成验票。那因为这次的选举，投开票所高达1000多个，那总投票数也到达200多万，所以本院没有办法预估在几天之内完成，但是我们会竭力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谢谢。所以我们这次评估的部分，我们动员50组法官，那本院的部分大概有200多位法官，所以原则上如果他没有开庭、没有出差或没有排休假，甚至休假要取消，愿意来支援的法官，我们都是非常的感谢。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本院今天的庭还是正常在运作，那法警还是正常在提人犯，就是这几天其实法院是非常辛苦把所有人都动员起来。以上说明，谢谢。